저희를 항상 반짝반짝 빛나게 해줬잖아요. 그렇죠. 여러분들은 앞으로 저희들의 캐럿입니다. 2016年2月10日这天，男团 Seventeen 正式宣布了粉丝的官方名字。所以每年只要到情人节这天 ，Seventeen 都会替克拉们庆祝生日。2024年当然也不例外。이제지나서28살이됐어요어머나어머나초등학교1학년이에요1학년이제입학시켜야죠책가방사셔야겠네그니까요在这次的聚会中两位角声团员也分享了近况让克拉们能稍稍安心저는그냥열심히재활하고열심히먹고열심히운동하고건강한삶을살았습니다재활컨디션은괜찮나요아좋습니다어떤걸좀위주로해요팬들이궁금할수도있지일단저는춤을춰야되기때문에좀무릎의약간수행능력을늘리고있습니다약간그범위맞아범위는이제다늘렸고점프점프스쿼트안녕하세요정환입니다 야사람넘친다아여보세요어형아르다아지금우리캐럿들생일축하하고있어아또생일또어축하해줘야지축하뭐야어제까지뭐하고있어나지금오늘도재활해갔다가지금딱주차장에내렸네而在这场派对中成员们也一起装饰蛋糕并回顾过去一年上传的照片아근데뭐정환이올린것도올린거지만찍지마세요근데어떻게저렇게입고다닐생각근데어떻게이렇게입고다닐생각을했을까진짜지금근데민규나름의민규의민규는요즘도가끔저렇게입고다녀요 Y2K 민규씨의그한참유행하던언제요진짜이게어위에중간에맨위에저민규엄지손가락과저민규저뭐야귀엽다민규잘생겼네아그거민규아니야그게아니고어느쪽에있는거나아이게형이야몰랐네이게형인줄알았어이게난것같아난이게엄지인줄알았지아그건내엄지야아그치민규가엄지랑똑같네민규특집인가요오늘저민규뭐죠除了影片之外 ，Seventeen 也在这天将南山塔染上官方色，并配上改编歌词，祝克拉们生日快乐。不仅如此，官方也释出孙悟空 remix 版音源送给克拉们当生日礼物，听了是不是很想动起来呢？계속올랐지정상까지많은시련은보란듯이 I always win 강한마음이중요하지미래는또망가지않아내가놓기전까지